她与婆婆之前的关系处得也很好，但是就在三年前，丈夫在盖房子的时候不慎触电身亡，留下她与三个年幼的孩子辛苦度日。后来，珍妮实在是无法忍受，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说妈，你看看吧，俺俩老的我不可能指望俺俩。我说那我说你在那儿给我介绍一个。当时他心里边不安生，我说你不要不安生，是不是咱面对事实，对不对哈？毕竟你老的身家就有孩子。他说那你找了找吧，才同意，是不是？珍妮说，征得两位老人同意之后，她便带着男朋友来到家中，并当场向公婆做了保证。人家来到这儿，人家说的，你妈，你早对我像亲儿一样，真放心的，那点话的，我也会当亲儿养你，是不是？嗯嗯。就这样，珍妮的男友搬过来与珍妮住在了一起，帮助珍妮照顾孩子、照顾老人，也确实是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但是后来，因为三个孩子花销比较大，珍妮的男朋友一个人无法负担，便想让珍妮与他一起外出打工。昨天说的，我想给你带走他，咱俩出一块挣钱，他我最起码我得一挣吧，就快攒住，然后你都一月挣个1-2千万，咱还租个房子，还是不如咱的生活费，是不是哈？然后是这儿说的那个，如果说你搁家头，我搁外挣钱，也感觉有点不合情理，对不对？你看，毕竟咱来担咱的家庭责任了啊，你搁家头是有点说，就是说不敢说，让人家搁外头给你挣钱，是不是哈？太想我带。珍妮便找到了公婆，将两人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两位老人，希望他们能够在家帮忙照顾三个孩子。当时公婆也答应了，没想到到第二天珍妮要离开的时候，却发现公婆早已是人去楼空。我肯定是个大姐，还要把啥人走了，啥都不在，啥都不在，啥孩子了，他光在那走了，他突然间不在那走了，他一直走下来走，他自己把东西收拾完走了啊，自己收拾东西走了，对对，今天他乖乖到这儿反咬我一口，我真看到真无语了，我再老刘说。对于珍妮的这种说法，素贞坦诚属实，珍妮确实没有赶自己，是他与老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家出走。那你走的时候为啥都不跟家里面跟他说一声呢？你说我出去住几天去，他说你能别我走啊，他叫小哥我搁家媳妇，你要给我当啥哄哄他的，嗯，我当啥哄哄他的。你是担心他把孩子给留这儿？那肯定，那事儿你先走了。哎呀，我先走，省得他把孩子留到这儿，他打工走了。哎呀，是不是啊？是的。素贞说自己确实是为了逃避照顾孩子这个差事，才趁着珍妮睡着的时候偷偷溜走的。那么他与老伴为什么不愿意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反而会在半夜突然离家出走呢？家里说你给我搁家，你要搁家我还害怕你小孩有我好歹，还是讲嘴还是力量不足，嗯，我不敢担，不敢担，他说你担也担，不担也担，看也看，不看也看。珍妮说她知道婆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是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哀求着婆婆能够帮助照顾一下孩子，照顾一下他们的孙子孙女。但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却被公婆无情地拒绝了。你们老两口不管付出再多，请记住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孙子，没让你担这个责任。他有妈妈呢，父亲不在世了还有妈妈呢，妈妈还得可以养孩子呀，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他只是说他来主养，你们能够附带的帮一帮他。素贞说珍妮不是自己生也不是自己养的，如果儿子在，他可能会与自己有那么一点关系，但现在儿子已经没有了，他根本没有那个义务去帮他。我就问你，那仨孩子跟你有关系没有？你有关系。什么关系？那跟我孙女们关系。那就是吗？那我听你说不理，我姐夫娘他还这句话有结婚呢，他结婚啊，他结，他结死了，给生个孩子闹出来就是吧？觉得我听着心里面都不舒服。他有爹有娘，他爹在哪儿？找找不着。话是如此，他要找了个爹，没错，道理是这个样子的，有爹有娘，但是实际上呢，那不是你们家的人吗？不是你们的孙子孙女吗？是的。那谁不是那个？谁的我担不了啊！我60多了，我当时没人让你担责任呢，担不了，没人让你担责，谁让你担责任了？尽管百姓条娟一再劝说，素贞却始终不肯低头，甚至一再提出自己可以不当这个奶奶，也不愿意照顾珍妮的三个孩子。看到现在如此的绝情，珍妮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他现在说了一切，我都感觉我都快无语了，珍妮，他难道他都没有对他孙女孙女别的感情吗？我在这死了3年，总是可以看到，我没有哪点做错了，我哪点做的外面有啥东西了吗？难道他每次都能说我不要脸这句话说些我脏脏咋说？我难道我人生都那么，我在这3年，苦了3年。
珍妮告诉百姓调解员，丈夫去世了三年，她也忍受了三年。现在既然婆婆如此绝情，那么她也不会再忍受。今天婆婆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你现在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办？来，你先告诉我你的想法。分力量。怎么分？分力量，净看隔桌隔的净分的。分家是不是？分家，分开住看看就占了，反正这个家是要分。珍妮愿意分不愿意？我都愿意的。他现在大伯大兄弟多，他咋弄怎么弄怎么弄，但是俺们正理不要说外头的文弄的都不叫胡搅蛮缠，我不愿意的。好。珍妮说，现在家里唯一难分的也就是这栋房子了。这套房子是丈夫去世之前全家人一起所盖的，现在婆婆说要分家，那么就从这房子开始分起吧。来，先说房子，房子怎么分？你跟我说说怎么分。房子怎么分？那边我有个助理，都是你这房子是吧？好，都是你了。他那五口人怎么住？怎么办？这些他给俺撵出来了，撵出去了，那这都是我的。你的意思把他们撵出去？这是我的。是不是这意思？你的意思现在是他们五口人都出去？啊，行，他出去，三个孩子是不是得留下来呀？孩子是你们的孩子。我养的呢，我养的长来的，我们那个权利怎样？我老了，我们那个权利怎样？那你我们弄的啊？你的意思是说让他带着三个孩子出去？素贞说，珍妮现在跟这个家半点关系也没有，当然应该出去。孩子是珍妮的孩子，他们老两口并没有义务抚养，理应是跟着珍妮一起出去。听到婆婆竟然这么说，珍妮一下子恼怒了。你怎么一母亲的责任你叫我撵出去？现在我说我们开了我开出来，我就没有办法让他去欺负我，我说我要抓住这三块钱就够了，我说现在我没有办法再欺负我。你在国家我就是说俺成天在大街小巷，我可以生存下来，我说现在只能想到这个家也没有啥可留恋的，我说三年了，我跟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我说现在一怒之下，珍妮表示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然后另嫁他人。但是三个孩子是很沉重的负担，肯定不会有男人接受，她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三个孩子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不懂，我说他老婆我不要，我说他小孩我不要，我不管他了，现在我也是没有他妈的，已经没有爸爸，现在没有妈妈。珍妮的情绪十分激动，百姓调全希望她能够先冷静一下，然后跟家人商量商量到底该让这三个孩子何去何从。良久之后，珍妮一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个房子他我总家过人家，我可以租住，该我多少租我多少，小孩我撇着他，我不再管你，在家我居住对着你，小孩留着怎么办？我现在我没有能力去管他了，他现在我脑子在里头，他叫我有点生活明白。你把小孩留这儿了，你把小孩留这儿了，在法律意义上，那你都是遗弃罪啊？为什么？孩子的爷爷奶奶对孩子没有监管权，没有监管权。那他有那责任不？他有那责任？你要把孩子留在不管不问了，你都违反法律了，触犯法律了。那他有那干啥干啥起步啊？珍妮告诉百姓调解员，从内心来说，她也不想离开这个家，不想离开孩子，但是婆婆一再的逼迫，让她很是无奈。所以珍妮希望百姓调解能够劝说婆婆以后和平相处。我跟你说，大姐，你如果这样的一意不行的话，就是明摆着让她带着三个孩子走了呀。要么她要是真她有点良心的话，她会带着这个三个孩子一起改嫁一起走。她要是没点良心的心一狠的话，她会把三个孩子留到这儿，她自己改嫁走了，她要心里走了。我就是过来，我也没那么能理解。到时候我是说我都问你，到时候这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吗？这是你想看到的场面吗？孩子没有爹了，再没有娘，到时候你做爷爷奶奶的，你是不是要负起这个责任？养活你不养活那三孩子，你如果说不养活的话，那三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三岁，就是没爹没娘了，自己在家里，在家里面相依为伴。十岁的孩子可以当自己当大人，就这么个结果，没有人管他了。当然了，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对不对？这是上代人的事情。别跑得还快，我啊，你别跑，要饭去，我要饭去。你跟爷爷奶奶当的真是吓死人了，我要饭去。你要这样子，我一说我都没法跟你说了。我要饭去。不管百姓调解如何劝说，素贞都始终是固执己见。此时他似乎完全忘记了那三个年幼的孩子，忘记了逝去的儿子，忘记了他与珍妮之间的亲情，非要将珍妮与孩子赶走。看到这一幕，百姓调解也感到很是气愤。不用分，分啥呀分？那不分我。这是你儿子的家，你儿子将来要留给你三个孩子了，留给你孙子了，
那就说抹我的了，抹一边了，我都扫地出门，我花那些钱才让抹一。百姓条件认为这个家已经少了一个顶梁柱，本身就处于破碎的边缘，现在大家这种态度只能加速家庭的破裂，加深众人的矛盾。那么在百姓条件劝说之下，双方能否各退让一步，让这个家庭重新和睦呢？招抚杨子他又为何不肯同意？结婚条件我不还是顶梁逼我吗？那等于说还是不同意，达成协议却被无情的推翻。我们俩真想分开，坚决要分开。百姓调解招抚杨子正在为您讲述。上集我们说到，洛河的求助人素贞因为儿子去世之后，儿媳将自己赶出家门的事情求助于百姓调解人。经过了解，百姓调解发现素贞的真实目的只是想将儿媳与三个年幼的孩子赶出家门。为了打消素贞的这种念头，百姓调解只得一再劝说。这个家真的不容易，大姐，我也觉得不容易。自从儿子走了之后，你们失去了家里面最大的经济来源，失去了最大的精神支柱。你们唯一依靠的儿子没有了，她唯一指望的丈夫没有了，你们没有了共同一个人，但是其实心里面都不好受。素贞告诉百姓调解，得知儿子去世的噩耗之后，她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感觉天一下子塌了下来。那段时间她整天是浑浑噩噩，吃不下睡不着，只能不断的干活来麻痹自己。你们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为了共同这个家，为了共同三个孩子，你们三个就为什么不能齐心协力的一起往前走呢？啊，非在家里面搞内讧，就剩那三个人，那三个大人领三个孩子，其实你们都不容易。就像刚才我跟你说了，你们有你们的不易，他有他的辛苦，你们看不到他，他看不到你们，你们现在谁都不能体谅体谅谁。我说的不行了，我感觉我不中啊，我想说不管我不中啊，我一到这事儿一再说说，我马上检查起来，不要再看一下我只能发出来，我马上把人活走，我只能跟说实话说说，我跟外头不聊不聊，我憋着嗓子高兴的妈说给说我这话，我都不问到我他给家庭的，我可怎么给说啊？从来别再说我再出去别让他家再说我再家再出去别让他家的小子再不想再看一下我，我怎么给你再说呀？因为他上前来就骂你，我不要再说就要快再说我是。真理说，丈夫去世之后，她知道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便独自一个人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婆婆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也忙里忙外，帮忙照顾孩子。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她不知道为什么会闹到这种地步。那如果都能这样想的话，你想一想，咱这个家还有那么多的矛盾，还有那么多分分争争，还有那么多的戒心吗？你们现在都充分的不信任，可以说你们有你们的小九九，他有他的打算。我说的白一点就是这个样子，看似一家人，实际上已经分心了。真理说他也不想让这个家散掉，所以还是不分开为好。为了以后能够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他也当场向婆婆做出了保证。我的意思就是还是那句话，他是个老李的，我绝对不会撵他，到时候他